10th, he goes to Cameroon, Liberia, Sudan, Zambia, Libya, South Africa, Mozambique and the Seychelles. Well, earlier,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i Jianchou says the tour is another major move by China toward African nations following the Beijing summit last November. He said Hu's visit aims at deepening the traditional friendship and bringing to realization the agreements reached at the Beijing summit. Well, these agreements include 8 commitments the Chinese president made to help African countries. Well, in related news,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said on Monday that the country will forgive 168 loans to 33 African nations this year. Well, the ministry did not reveal the value of the loans for recipient countries, other than to say they were nations that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debts were due by the end of 2005. The nations benefiting from the loan write-offs are heavily indebted countries. 出售的全部16万台洗衣机进行召回处理，不过此次召回不涉及中国市场。三洋发言人表示，涉及召回的16万台洗衣机都是AWD A842系列。虽然这次三洋电机召回的洗衣机数量很大，但据三洋说，召回的产品只在日本销售，没有流入海外市场，因此也并不涉及中国市场。 国家药监局发出通知，糖尿病患者要密切注意一种叫加替杀星的制剂。根据现有资料，加替杀星容易引起血糖的异常，并且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容易引症状性的低血糖症和高血糖症。之后，如果不及时停药治疗，后果将非常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目前，国家药监局已经决定在这种制剂的说明书中增加警示语，同时管理部门提醒相关的患者，如果服用该药的话，应该密切监控。 从2004年以来，中央已经连续发出了3个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主题分别是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全面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今年颁布的一号文件又针对如何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做了全面的指导。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邀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希文介绍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形势。陈希文表示， 2006年是中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一年，但农业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和效益。去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呢，超过了9800亿斤，最后的数据呢还在核实，我估计最后核实的数据啊会高于9800亿斤。那么农民的收入呢？ 去年达到了3587元，和前年相比呢，增加了332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陈希文用艰难爬坡来形容目前农业发展现状。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这么个背景下，农村的要素流失、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短缺等等这些问题啊。 都对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他表示，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和技术进步缓慢是中国农业发展中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这几年对这些方面的投入，每年都增加300亿元人民币。今年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要继续高于去年，增加的部分。就第二呢，就是中央财政对于农业支持的增加的资金要继续高于去年。 第三就是用在农业生产生活方面的直接投入要继续高于去年。 第6届亚洲冬季运动会30号进入到第二天，在上午结束的冬季两项女子10公里追逐赛中，中国选手孔颖超发挥出色，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她的队友刘显英和董雪芬获二三名，这样中国女子冬季两项继29号短距离7.5公里比赛之后，再次包揽了前三名。 从29号凌晨开始，中国东北地区普降小到中雪，局部地区降下了大雪。受此影响，29号哈尔滨、长春、沈阳3地的机场被迫关闭，交通受到影响。到今天上午，部分地区的降雪仍然没有停止。大雪致使哈尔滨机场10多个航班未能正常起降，滞留旅客上千名。直到当晚8点，机场才恢复开放。沈阳桃仙机场和长春机场也因大雪一度关闭。 哈尔滨到大连的高速公路因积雪结冰严重，一度全线封闭。大雪还给上述地区带来了较大幅度的降温。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市、通辽等地30号早上开始普降小雪，并有4、5级的西北风，温度也随之大幅度下降。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东北部地区大部还有明显降雪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雪。东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可达10到14摄氏度。内蒙古东部局部地区将有大风、沙尘天气。舍利子被佛教信徒视为最崇高的圣物。昨天，广东云浮对外展示了7粒珍贵的舍利子。专家说，这7粒舍利子有可能是佛舍利或祖师舍利。这7粒珍贵的舍利子大小不一，圆润而有光泽，呈乳白色，最大的直径0.35厘米，最小的直径0.15厘米。发现时置放在一个砖石结构、9块方砖组成的小地宫内。这7粒舍利子是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旧居和圆寂之处，广东云浮新兴县国恩寺被发现的。专家推测，可能是初祖达摩从印度带到中国，代代相传，埋在报恩塔下做镇塔之宝的。国恩寺方丈介绍，这次发现的7粒舍利子经初步鉴定是骨质的，质地颜色极似法门寺佛指真身舍利，如果不是佛真身舍利，也有可能是祖师或高僧大德舍利，极为珍贵稀有。目前专家正在进行研究考证。舍利最初是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涅槃后，弟子们涂皮释迦佛身骨所得，称作生身舍利。其后佛教徒又将佛经典籍称为法身舍利，舍利是佛教徒心中最崇高的圣物。29号，大约76000件在越南海域打捞上来的中国清代青花瓷器开始在荷兰拍卖。这批海捞瓷的发现让人们对中国清代的对外贸易有了新的认识。香港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已经被列为全球最值得欣赏的娱乐盛事之一，而大年初一的贺岁巡游又是每年的焦点。那今年即将举行的香港第12届贺岁巡游，比往届相比更加隆重和国际化。第12届香港贺岁巡游汇演以歌舞古乐贺新春为主题，并融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增加了互动元素。主办方香港旅游局介绍，将有13辆国际级本地花车、1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队伍以及12支本地表演队伍共同参与，最终和市民游客组成独特的街头派对。汇演除了年初一晚上在尖沙咀举行外，还将增加在九龙公园的表演区。汇演结束后，所有花车将在年初2到年初3停放在尖沙咀新世界中心，让市民和游客能够近距离接触。感谢收看这时段新闻，再见。